啊，吃作业啦，把作业给吃了。妈妈，我想吃作业。啥玩意？要吃作业？啊，这还疯了你啊？没疯。还傻掉了你啊？难道你要把你那些寒假作业都吃的？妈妈，不是，超市里卖了一种就是作业，就是糯米纸的作业，这里边嘛，听说可以得到奖牌呀。是吗？那我怎么不信呢？你是不是又要吃什么好吃的了？哪有，妈妈，我带你去就知道了。噔噔噔，走看看去，什么叫吃作业？妈妈，你看这个就是吃作业。哎呀妈，真有吃作业，只有糯米纸，那就拿一个吧。拿三个，妈妈，三个才能中奖杯的几率更大呀。你这点事儿，还有吃作业。买到了，回家把它吃掉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，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尝，这个吃作业，英语、数学、语文，感觉像真的一样的。你先吃，打开吧，看看吧。哒哒哒哒哒，看里边是啥样的。作业本，我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啥呀？这能吃不？能啊。这是本子呀，这是。这啥呀？能吃，再加上跳跳糖，要不然的话没味儿。吃作业，这上面也没有字儿啊。它是作业纸。那是啥呀？跳跳糖，撒在上面。撒在上面能变出字儿来呀？这不就是糖吗？这什么吃作业这？这是？这是作业纸。啊，吃作业啦，把作业给吃了。牙呀，真的好像纸，所以我要把那吃的纸全部吃掉。哎呀，可以写成字儿呢，可惜不能吃了。啊，多抠，你就不能拿个大点块写？不行，看看这包有没有奖牌呢？好，还是这样。这奖牌呢？早知道你这样，我都不给你买。哎，妈妈，你尝尝。哎呀妈，还真撒了。你们能听到那个跳跳糖的声音？好大的声音！看看这包里有没有奖牌吧。哎，哇，这没抽中奖牌居然给金链子了！哇塞！你这在那装呢，小孩演技派啊！你这是不是你后放的？我没有啊，还没一个。哟，金链子你都出来了，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？是因为你们都小朋友都不愿写作业吗？要把它吃掉吗？吃完作业不得重写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以为这像作业似的，就这种，像本子像书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结果大家觉得我这个值吗？我感觉一点都不值。真正的作业是这种的吗？是不是这种属于交白卷的那种啊？没写作业的孩子呀？老师，这是给你的，这是我的作业。啥玩意？没写作业，你这孩子回家抄100遍。